大家好，我叫乔治，我是罗马尼亚人，今天是中国人，我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。我很喜欢中国的汉语和文化，但是我也喜欢中国的书法。你们看。这是我写的汉字。山川异域，风月同天。静夜思，李白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。低头思故乡。这就是个让我感受到了中国里的美好世界。一起努力吧，谢谢大家。